这是法国客户的资料，这个单子给你做吧。这是西班牙客户的资料，这个单子给你啊。这个是非洲的客户，这个单子你来做吧。你把这些大单交出来，你可就当不了第一了。这当不了第一，就当不了业务员了。这个是非洲客户的资料。嗯。这是法国的。好。还有，这是西班牙的。哇，这法国人跟西班牙人说英语，我真的是听不懂。这就呱呱呱呱呱。别怕苦，别怕累，别忘了你在王总面前立下的军令状。有了这三个单子，我能创新高吗？有这三个单子，超额，保证高得不得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现在不想追究责任，只想把问题给解决了。问题出在你这边，也只有你能解决问题。算是我求你了吧。一定帮我把事情给办妥，算是帮我。不瞒你说，如果这事情没办法解决的话，我可能会离开林氏集团。杨小姐，你有在听吗？我是。你是简小姐？对，梁斌他不在工位上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一会儿再打过来，谢谢。方先生，我是简爱，我想问一下林氏集团那批货最后期限是几号？十号。我尽力让你在十号之前清关。什么？不多说了，干活去了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小薇，这是法国客户的资料，这个单子给你做吧。开玩笑吗？我像是开玩笑吗？谢谢啊。曼姐，这是西班牙客户的资料，这个单子给你啊。为什么？你就当帮我呗。哦。亮哥。嗯。这个是非洲的客户，刚老高给的。这个单子你来做吧。你把这些大单交出来，你可就当不了第一了。当不了第一，就当不了业务员了。那也不一定呢。临时集团那个单子，你交给我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资料都给我吧。这没法解，这就是个死结。现在这船运公司、货运公司都在相互推卸责任，这事儿根本没法弄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就别废话了。